旭哥，我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你的。我希望我今年毕业之后，能够协助你，一同把长科地产做起来。咱们绝对不能让别人看扁了。是啊，一定不能让别人瞧扁了。 只要你们喜欢就好了。我喜欢。白经理，哎，白磊来的电话。啊，好，可能是爸打来的。哎，姑妈，你跟他说完，我跟他说。行。小郭，把行李拿到楼上去啊。好的。喂。表哥，你那两个宝贝女儿啊，都已经搬到我这儿来了。哎，什么？欠白浩然3000万。林姐，那姓白的白浩然是什么人呢？我认识他。 他目前是大洋集团的董事长啊。多大年纪啊？长什么样子的？60左右吧，人挺斯文的。表哥，你问这些做什么？你认识他呀？现在不知道。这样吧，你先帮我尊重清楚，高俊怎么会欠了3000万？还有啊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找张白浩然的照片传真给我。好。 一定，哎，表哥，等等，静瑶跟你说话啊。景云，你挂电话。喂，爸，你没有再生我的气了吧？静云呢？我虽然同意将属于你的股本金预付给你，可是不等于说我就不过问你跟谁合资。爸，你是不是很反对我参与长和这个项目？ 你看准了，我没有意见。可是如果又有一个新的股东，我看你就不会考虑参与了。我知道，您放心吧，我会有分寸的。静怡，你爸刚才的电话。谢谢姑妈，我非常喜欢你给我安排的那个房间。姑妈，只有这栋房子才配得上你这种气质的女人。 嘴上抹蜜了，高俊，我问你一件事情，啊，你是不是欠了白浩然3000万？什么？白浩然3000万？莫名其妙，我可从来没有欠什么白浩然一分钱。一定是那个姓徐的，早就说他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他肯定担心我们不会把钱给他，就把那张凭证给了个叫什么白浩然的。姑妈，那个徐宁啊。 静云，还没睡啊？姑妈，哎，有什么心思吗？没有。来，坐下，咱们俩谈谈。静云啊，我知道你的眼里呢是容易的沙子，但是你得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答应过徐宁，帮高俊还3000万，同时还会接受那份已经签了的合同？姑妈。 徐宁这人怎么样？他人很好啊，他是我的学生，到现在还是我的兼职研究员，为人很正派的。听瓜这么说，他人应该真的不错。
我认为你和他合作是最保险的，他绝对不会坑你。刚才我还给徐宁打了电话，问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他说长河公司确实跟白浩然借过3000万，但是他事先并不知道，他现在还在等，等着和你继续合作。 这个肖静云啊，还是蛮讲信用的。不过遗憾的是，他让律师送来这张支票，也就表明我们之间的合作一刀两断。这事儿都怪我，当时头脑不够冷静，要不是急着借白先生的钱，跟肖二小姐之间的关系也就不会节外生枝了。嗨，不用管他了，我就不信找不到另外的合作方。 李嘉德、高俊、肖大小姐，徐哥，他们来干什么？谁知道。白老爷子的意思是，这块地呢是让渡手他的，你想插个腿过来没问题，只要真金白银，那你倒霉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在台湾包装销售房屋是一流，要是一时弄不到资金。 等房子盖完以后，让我报销也行，包销也得用钱啊。你知道，给他搭现的人多的。那要是一时弄不到资金怎么办？哎，嘉德，你能不能借给我？你开玩笑，我的钱全扔到白浩然那儿，哪有钱借给我？得了吧，我知道你有办法。你才有办法。你的老丈人像不像？打个喷嚏都两三个亿。 想想，看你说的，好吧，我先想办法。哎呀，我以为上海已经很现代化了呢，没想到还有这么臭的地方啊！那个女主找到了。啊？哦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往哪走？你最担心是不是？上次啊，那个熏蒸天太盛了，这次啊，你就帮我出这口恶气，要不怎么当老公啊？走。那是熏。雪玲啊。 恭喜你了，你这块空地快变成高楼大厦了，谢谢。我想，应该不成问题。哎呀，飞燕啊，说来我们还是有缘啊，又见面了。哎呀，你在放马后炮，肖二小姐帮我们的时候，你跑哪儿去了？肖二小姐，你是说我妹妹？她能帮你什么？肖二小姐刚才让人送了一张3000万的支票。 你是说，阿云把3000万给还了？真是谢天谢地！在我所知啊，静云这举动也意味着他对这个项目说拜拜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肖家从此再也不欠你们的了。从此以后，咱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两不相干。谁愿意跟你打交道了？徐哥，我们走，不理你。 谁理你呀、啊？看看看，这个死鬼！哎，这人好面熟哎！哎，好像是阿宁哎。是吗？我年纪虽然老了，还来，但是记性还是可以的。 你好好的跟你表姑聊天就好了嘛，谈什么生意呢？谈什么投资呢？
你那个小姨现在跟徐宁签约了，但是你的好处都泡汤了。李总，这事怎么能怪我呢？我岳父给姑妈打电话，被阿云给听见了。他说那3000万是我欠白老板的。闹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这个人啊，真的干什么也不行。难怪你岳父这么瞧不起你。姓李的，你跟我老公讲话客气点。你以为你是什么人啊？阿妹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人家李总没有说什么。李总，他谁的李总？是你高家的还是我肖家的？像他这种人啊，在台湾就有被人贬的份哦。阿妹，大小姐。好了，不要说了，我不想听你说话。阿妹，我和李总在探讨问题，你搞什么搞？我跟你说，大洋集团在上海可是顶尖级的，你可不要得罪哦。什么大洋集团？我还太平洋、印度洋呢。肖大小姐，我向你道歉行不行？别跟我来这套，我肖之妹，软硬不吃。亚德，什么事？没事，让我来介绍吧。这位是我们大洋集团的老板白董。你好，你好。这一位呢是台湾肖家的大小姐肖之妹。你好。这位呢就是他。你就是白总裁，总裁好，我姓高，叫高腾。哎呀，高俊，有点出息好不好啊？白老板，真是幸会。走啊。对不起啊。得罪人了。没事，小误会。你不是说过你有办法令到静云跟徐宁不能合作，可是他们合作已经落实了，现在你又得罪那个肖家大小姐，那静云就不会考虑跟我合作。白叔，你不是说过了吗？台湾肖家想进军大上海抢这块大饼是早晚的事，所以我们跟他们干上也是迟早的事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可是你要记住，越是敌人越不能得罪，要不然你都不知道人家几时在你脚底下埋个地雷，你都不知道。许宁，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，在我们这次重新协议之前，你让我先睹为快。你要是不姓肖，或许早就能看到。哎，我可不可以请你对我们通茂别抱持这么大的偏见，行不行啊？好，尽量吧。啊，不过你们那位肖总裁，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。他扫地出门的不应该是你，而应该是你那个宝贝姐夫。你根本就不适合做什么房地产，你倒挺适合做什么大学教授之类的。哎，肖小姐，你看啊，这是苏州河治理的 A 方案，啊，这是明年要建造的苏州河最大的污水处理厂。你看，这是苏州河未来两岸的景观和绿化。美轮美奂，切实可行啊！静云啊，这些图片你是应该好好看看。如果你想进军上海地产业，就不能不熟悉这儿的各种规划要求。姑妈，这有人跟我传经布道呢。你这丫头说些什么？好好向徐宁学习。徐宁啊，晚上我政协还有个会，我先走了，慢慢聊啊。肖小姐，你等会看 B 方案。肖小姐，我送你回去吧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徐先生，有个问题我想要问你，你们为什么要接受大洋集团的帮助？我希望你不要避讳我这个问题。那好吧，我直言不讳啊。大洋集团或者是白浩然想借钱给长虹公司，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，可是到现在为止，他们都没有欺骗我。难道我有欺骗过你吗？如果不是确信你已经离开了通贸集团，我是根本不会跟你合作的。我再重复一遍，我不希望你对我们肖家抱有任何成见。我也再重复一遍，请不要轻易改变我。好了，肖小姐，请说说你合作条件底下吧。我不希望大洋集团参与我们之间任何项目，而且我要求你们把钱马上退给白浩然。为什么呀？按照合同，
那是我们彼此之间合作的项目，我不希望局外人来参加。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总之，只要有大洋集团的一分钱投入这个项目，我就会全身而退。行政，行政，云天，哎，开会。哎，好，嘉德，河边饭店订个包间，我要请肖小姐吃饭。好，不用了，我一会儿就走。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今天来是特别来跟你商量一件事情。请说。您可不可以收回借给长通公司那笔钱？为啥？如果您非要参与这个项目不可，那我只好退出。这个事情怎么会是这样？静云，战胜应该有个商量的余地吧？其实我今天来是特别表示对您的尊重，如果不行的话，那我退出也行，我就让徐宁跟你们大洋集团合作。哎，让我先考虑一下好不好？好，三天，三天过后，你们大洋集团不退，我退。好，我现在答应你，我退。完美的仪式，只可惜掌声奚落，欠缺了闪光灯。哎，可我们可有香槟酒啊？来，静云姐，徐哥，祝你们合作成功。哎，不是你们，是我们。哦，我们。来，苏州河，徐库门。哎，对呀，就这一般亩地。嘿嘿，咱们的闺女真不错，你看，一旦上俺落脚啊，就成了实力了啊！哎，上俺地图啊！嗯啊，对，荧光笔。那我都快成了你的参谋长了。哎，我也是静云的参谋长啊。哎，杨帅，你既然看中了这个项目，还不如赶快到上海去把话给阿云挑明了。哎呀，不行啊，这是他第一次单独经手的项目，不要去分享他的成就。如果第二次的项目资金出现了问题，我就会考虑以公司的名义去帮他。哦，据说这姓白的老板挺大方的，居然把这个项目让给他。不奇怪的是，作为一个商人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那你是不是怀疑这里边有什么名堂？这倒不是。哎，先不管这些了。
老爸可二话不说，马上从美国给你调来1000万美金。要是这样，阿云，我们明天就去买一个大 house。阿云的感觉是打算在上海发展了，看来下一步是该买别墅了。就是嘛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姑妈家搬出来了，去营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快乐天堂，每天去吃饭啊、shopping 啊、酒吧坐坐呀、喝点咖啡啊，逍遥自在。老公，那才叫生活啊，对不对？你们两个说够了没有？大白天做个白日梦。什么？阿云，你不同意我的想法呀？你们两个都把日子想得太快活了。我现在可是负债大户，再加上高俊谦的赌债3000多万，我答应通茂在2年内连本带利要还3亿多嘞。啊？老爸对你也这么抠啊？他不是准备把公司的股份先结算给你吗？在我还没有跟老爸谈清楚之前，不会以贷款的方式来做事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对小妹来抢滩大上海还是满怀信心的。就你的嘴上抹蜜。徐哥。阿燕。今天是我拿到大学毕业证书的日子。因为你跟我同学出去吃过饭，你又给忘了。对不起对不起，你看我这两天忙着筹备工作，还真把你这事忘了，我错了啊。徐哥，我跟你闹着玩呢，你把这么大的事儿办成了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关心了。如果爸爸地下有知，会感激你的。哎，阿燕，我有个想法呢，早就想跟你说了。林叔走的时间也不短了，他老人家一辈子的愿望呢，就很快就要实现了。我想在开工之前，应当把他老人家送到乡下老家去，入土为安，让他老人家瞑目吧。你跟我一起去老家吗？当然。哦，不过我得跟肖俊云打个招呼。哎，徐哥，你是总经理，跟他打什么招呼啊？这叫相互尊重啊。喂，许先生。啊，你明天就要走是？好的，好，那就这样了，早点休息，晚安，拜拜。阿云，那徐宁干嘛老是死缠着你啊？烦不烦呢？我跟他是合作伙伴，所以我们经常通电话，很正常啊。高俊，啊，你承诺那个诺言，今天是个很好的时机。我的诺言多了，你说的是哪条啊？我帮你还那个诈骗款，你说你会跟林长根忏悔，你还记得吗？哎呦，欠债还钱，我和林长根还有长和公司的事不都摆平了吗？但是你欠他的感情账还没有还。这感情债怎么还？我要你当面去跟林长根的灵位谢罪。哎呀，阿云，得饶人是且饶人嘛。他还是你的姐夫嘛，好歹咱们都是一家人呢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明天一定要去。着我呀，高俊，你别忘了你答应我什么。哎，我高俊，
先生，你老人家在天之灵，一定要原谅我。阿云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？那高俊毕竟是我老公，你姐夫啊，他可是萧家的掌门女婿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钱还了，萧先生你担够了，谁都不欠谁的了，你还没跪够啊？停电了，真讨厌，又停电了。阿坤，阿坤，怎么又停下来了？停电了，停电了，整个工地都停电了。阿坤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又停下来了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一个礼拜停了三次电，工期本来就一拖再拖，总是这样，还做什么工程啊？你是工程师，你问我，萧娘上来了，你要跟我作证，不是我们无能，而是经常停电，我们也没办法。萧董啊，你真是宝刀不老啊，挥杆动作年轻的都比不上，你看那球飞得像。这是意外，这是意外，好马也有失前蹄的时候嘛。不行了，老了。肖董啊，别介意，再来一杆。那好吧，来来，放行。喂，哦，他在。肖董，留电话。喂，什么？工地停电了？为什么整个台南不停电，我那要停电呢？这岂有此理嘛！啊啊啊！不打了。国家工程院的院士，也是我以前的大学导师甄一妮教授。甄老师你好。你好。肖俊云小姐。肖小姐你好，我叫蒋仁杰，叫我小文州就可以了，我是徐宁的哥们儿。小文州呢是我以前的铁哥们，这次这个工程队呢都是他从温州招过来的，对我的帮助太大了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我今天请姑妈来呢，不光是为我们的项目开工捧场，而是姑妈现在是苏州河治理污水的专家。哦，我今天特别请她来评估一下我们石库门这段河的代价跟前景。哎，肖小姐，你也对治污工程感兴趣是吗？听说市里要在这附近建立污水处理系统，今后要占用这片土地，所以首先要治污达标。肖小姐这么思考问题，并把治污的权威请到现场来号脉，很有先见之明。他可能是来祝贺。哎，徐宁。哎，白总，白总。哎呀，谢谢您，您怎么来了？长河地产一期开工嘛，我一定要来的，增加点人气啊。非常感谢，非常开心。哎呀，甄教授也来了。啊，对不起啊。哎，徐宁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没想到你很关心这班年轻人呢、啊、你不是也很关心他们吗？静云啊，我这次来是衷心的祝贺你，
因为这是你立足大上海第一项大工程。记住了，以后遇到任何困难，一定要来找我，我一定帮你。谢谢白总关心，但是我想暂时不需要。浩然，你不是对苏州河这一带很感兴趣吗？我今天正好有空，带你参观一下。好。商量好，就买这套，这套，这一套。好的，您稍等，我马上帮你们办手续。这些天啊，我们工程指挥部的人把苏州河跑了个遍，抽取水质化验结果表明，苏州河这一带污染的相当严重，根据国家环保标准，各项指数都超标。我今天陪你们看看，就是想让你们在做出决定之前，心里好有个底。市里已经组织力量，把治理污染的几套方案都已经做出来了。最近有关部门还约请国际上富有盛名的专家来湖开个论证会，最后决定实施的方案。如果政府办事效率高的话，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推出的楼房没人买了。关键问题啊，还得靠我们自己把小区的环境做好，不能完全指望上方。苏州河治理和其他市政工程一样，经费缺口很大，财政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来。这污水处理这种基建工程需要的投入太大了，往往一个钱字就让人感到头疼。现在全球经济不景气，有钱人啊都给吓怕了。嗯，最主要是要给投资者希望，他们才会投资热情啊。我看这样吧，我们先准备一份报告，如果政府一旦采用招标的办法，我们一定全力竞标。先生，麻烦你再通报一下，就说通报集团的肖董事长已经等了很久了。我帮你去查，人还没走，茶就凉了，还换什么样？从来没受过这么的待遇。孟总，这儿的环境真好啊！谢谢你，浩然，带我到这么好的地方来。你还说呢，每次在上海约你吃饭，你都没有空。没想到约你来看桃花，你就一口答应。听听大自然吧。对了，妮妮呀，在香港的时候你帮了我很多忙，我来上海也是你帮我的。这个事情啊，我永远都会记在心上，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你。谢什么呀？对了，静怡啊，有一个私人的问题想问你，不过你可以不回答。为什么你还没结婚？啊，我那时候插队回城的时候，要忙于工作，要照顾生病的老母亲，所以就把这事情给耽误下来。现在呢，老母亲走了以后，我也习惯自己一个人生活。如果有家庭啊，那反而显得没罪。你看我丈夫挺好的，哎，你呢？说说你自己啊。结了，也分了。有孩子吗？一个女儿，今年应该二十几岁。当年为了我自己，我很自私，抛弃了他们娘俩。我太太早已嫁了。我相信他不会原谅，这个也无所谓。我最担心的就是我女儿肯不肯再认我这个爸。不谈点不开心的事，谈点别的。啊，老爷回来了，太太又犯病了。打电话叫医生了没有？太太不让打呀，她说老爷为二期工程的事都操心不过来呢。
小毛病挺一挺就会好。冬梅，冬梅，怎么了？啊？没事，老毛病又犯。哎呀，你为什么不叫张妈陪你去看医生去呢？我不想去，开了那几味药老是吃，我都反胃了。喂，张院长吗？萧远山，我想跟你约个时间，给我太太全身检查。好好好，谢谢啊。远山，我真的没事，你不要兴师动众了。阿云打过电话来，他说在上海托了个朋友，找了个老中医。咱们到上海去吧。哎呀，去之前也得要检查呀，啊！听说前两天你们俩当了一回相子。嗨，还不是为了阿云更好的和他们合作？要不是大小姐把你拉走，你可丢人的。看，嘉德。你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搞来的？上海有什么事情我不知道的，请放心吧，我不会把这些照片落到台湾媒体手上。嘉德到底是自家人啊，处处都维护我们。哎，说起和长和公司的关系来啊，我们家高俊才真是冤枉透了呢。是啊，说起来我还真委屈，要是当初我没有冒死进大狱，能有阿云这么风光吗？唉，虽然我的鲜血铺成了阿云和徐宁剪彩的红地毯。我看你们做的项目是 nothing。 对呀，凭什么好事都轮不到我们？不行，我得跟阿云好好理论理论。对，这事得好好商量商量，哪有那么便宜的。好了，你们商量你们的，我赶时间要走。嘉德，这个死阿云，你不找阿云吗？给他打电话。对呀。小姐，哎，你今天不是去市里参加那个苏州河的治理和开发的座谈会了吗？我赶着回来就为了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政府他果然要进行苏州河几个地块的招标，但同时他们也要要求治污跟总体规划方案。你知道这意味什么吗？哎，那你说呢？这意味着沿岸的房地产会大增。哎，等一会儿啊。喂，哎，姐，什么事啊？什么事你这么急？晚点回去说不行吗？好，我知道，我当然赶回去。哎，小姐，什么事儿？不好意思，我家里有点事，我需要赶回去了。行，那你快去吧。嗯，拜拜。阿云，你说这公平吗？你姐夫为长和公司这件事差点连命都搭上了，可到最后我们得到了什么？阿云，你倒表个态呀。你们要我表什么态？哎，你让高俊进长和公司董事会或者是高级管理层啊。这个事情我得好好想一想，因为这还得经过董事会的同意才行。有什么好征求的？别看我跟你姐夫一天到晚的除了吃饭就是瞎逛，外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的生活快乐似神仙，其实呢心里的委屈几大卡车都装不进了。阿云，俗话说得好，五百年才修得同船渡嘛，更何况我们还是一母所生的亲姐妹呢，你不帮我要帮谁呢？那好吧，既然你不愿意帮着忙，那就算了。
我跟高俊也就不在这里和你啰嗦了。走，愣什么？走啊！上海的事你还在犹豫啊？上海现在的确发展得很快，国际五百强已经有很多大企业将亚洲的总部搬到上海去了。不过我还是想等，等一个适当的时机跟理由我再去。我真想尽早的陪你到上海去。哎呀，树大招风啊，你想不想等现在多少人都看中了通贸集团的一举一动。哎，我听人说，季云到上海呢，完全是我安排。所以，如果我动作太大，就会失去平衡。老林，打电话叫医院，快！是。你的竞标对手是静云，跟你的老同学徐宁。我会全力以赴。杨山，你看，他不是死了吗？怎么又出现了？人总会做错事情，有时候做错了可以弥补，有些事情做错了，一辈子都不能够弥补。我要去上海，马上就去。